少女突然被劫持，各警种紧急出动，从另一侧能不能最快速的突进去，先要把这把刀给他解决掉。一道门隔绝生死，营救时机几番错过。我听到嘶嘶嘶那个放煤气的声音，左手抓住了人质的下巴。千钧一发，还需生死相搏。生死卷帘门，天网栏目即将播出。这种现场的环境，现场的这种条件，我以前是没有见过。你刀刀刀！先要把这把刀给他解决掉。手铐，手铐。警车送好了。2011年6月7日早晨8点多，江苏省苏州市华侨镇派出所向市公安局求援，说一名少女遭到劫持，危在旦夕。苏州市刑警、特警、消防等警种接到命令后，火速赶往现场。事情发生在黄桥镇湖湾村的一个十字路口，当时正值交通早高峰。我到达现场的时候是基本上是人山人海了，这个街面上有非常多的群众在围观。先期到达的警方们已经拉上警戒线了。我们从外面到达现场以后，看不到现场发生什么，所以这个是令我们很着急的一件事情。明明说是十万火急的人质劫持事件，怎么在现场看不见嫌犯和人质的影子呢？先期到达的这个民警给我介绍说就在这个小屋里，他就给我手指往方向路边上的一个小店，然后实际上是一个简易棚，就是一个封闭的退休间，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卖部，它两面是墙，有一面是转帘门，有一面也是那种铁皮都封死的。然后这个小卖部呢面积很狭小，大概只有6-7个平米。难道这个被卷帘门封住的铁屋子就是犯罪现场吗？嫌犯和人质就在这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空间里，警察们倒吸一口凉气，嫌犯和人质的情况一点也看不见，屋子里的环境也一无所知，这可怎么救？因为像往往此类案件，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嫌疑人和人质他有没有什么关系。经过现场了解，嫌犯和人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人质是从河南来的一个务工少女，在这家小卖部当售货员。现场目击者和惊恐中的小卖部主人只能粗略地讲述事情的经过。女孩子还在她买早餐，男的在后面跟来的，就走到这里，他问这些五个从脖子一下子给那个女孩子绕进去，一句话也不讲。女孩子说你让我讲一句话，你不要讲，都给她干在地下。那个女孩子穿了亮亮的裙子，就不像样。这个男的蛮成熟的，剃个小平头，一把一个刀压到金脖子。是一个男的带一个女的，那个刀压他脖子高头，老板娘叫他弄那个，出去他不出去。所以他把老板娘手弄破了。用刀子啊？刀子划的。我就是为了他关这个门，我说你们两个打也好弄也好，不要把我这个玻璃门打坏掉了。我说你们两个出来吧，不出来就他按在地下，高的不中女孩子走了。究竟嫌犯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出现在小卖部的？他到底想干什么？没有人知道。情急之中的警察一度想强行冲进铁屋子进行解救。我开始曾经是想从另一侧能不能最快速的突进去，就有这个消防队员就主动跑上来给我讲，要不要把卷帘门给你拉上去，被我阻止了。因为我是考虑还不了解情况下，你贸然把卷帘门拉开，
会激怒犯罪嫌疑人的，造成人质的生命受到威胁。郑成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谈判专家，曾经多次参与解救人质的突发事件，这次他的任务仍然是在现场与嫌犯谈判，先缓解他的情绪，然后有机会和平解决，再不行嘛就进行战术谈判，为我们的特警嘛创造条件。可是郑成没有想到谈判根本无法进行，甚至想获得嫌犯最基本的信息都很困难。隔着卷帘门，那边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不肯跟我讲，为什么？有什么诉求？他也不肯讲。这是当时就陷入比较困难的境地。我们稍微打开一点点。卷帘门挡住了警察们的视线，也隔绝了嫌犯和人质的信息。郑成只能从卷帘门的缝隙中查看里面的情况，试图与嫌犯沟通。跟我交谈一下好吧，还有什么要求跟我交谈一下啊？啊？怎么说啊？好了，是谁？是谁敢说不敢说？不敢为啊？是谁啊？告诉我好吧。哎，你打开吧，好吧？可以吧？打开吧。啊？你告诉我好了，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我肯定会帮助你的。嫌犯既不打开卷帘门，也不与谈判专家沟通，反而在堵塞卷帘门的缝隙，他想彻底断绝与外界沟通的渠道。他用一些里边的棉絮、棉被之类的东西，就是物品，将就是可以我们可以用肉眼观察的地方，他把它堵塞掉了。他一直在加固卷帘门，在做他的事，在加固卷帘门，看来就像是要跟警方大战一场一样。外界越是想了解嫌犯，嫌犯越是封闭自己，这是心理犯罪的普遍规律。谈判专家由此推断，嫌犯一定受过什么刺激，造成心理失衡，才会做出这种事情。在这种激情状态下，他更容易失控，人质就更加危险。但眼下，谈判专家所能做的，只有保持与他沟通，稳定他的情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对不对？你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如果终止现在自己的行为，你肯定不会得到啊，这个很严重的处理的，肯定是重新处理，对不对？九点，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民警们一直利用郑成与嫌犯沟通的机会，紧急对现场进行观察，试图找到突破口。可是由于小卖部全部被封闭，里面的情况一点也看不见，嫌犯又拒绝沟通，营救一开始就陷入僵局。你不为自己安全着想，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你还要考虑老人，对不对？家里面他们家人非常关心你，非常爱护你。他不跟我讲话，就始终达不成沟通的目的。你不能沟通，那么相处之间就不可能取得信任，他不会信任我。这样呢，我们警方在处置这个事情的话，就容易陷入这个僵局。刑警、特警、消防，几十号人围着一个全封闭的铁屋子，人质生死未卜，嫌犯拒绝沟通。这道卷帘门会成为妙龄少女和嫌犯的生死门吗？这种劫持人质的这种案例，这种现场的环境，现场的这种条件，我以前是没有见过，而且国内好像也不太多见。精密设备探测密闭空间，杂乱环境预示着营救的困难。谈判专家一直耐心疏导，嫌犯却扬言要采取过激行为，生死卷帘门。天网栏目正在播出。9:40，又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郑成坚持不懈的态度开始有了效果。铁屋子里的嫌犯终于开口说话。他是河南人，
他讲的话嘛，我那个语言由于也不太清楚，我也听没刚开始的话语言没听懂，所以但是我还在尽努力跟他沟通。由于现场声音嘈杂，双方都不容易听清对方的声音。郑成提出给嫌犯提供一个手机。我给你个手机，我们电话沟通一下，好不好？啊？可以吧？可以，那你把手伸到这边来。特警们与郑成之间有着很好的默契，如果嫌犯靠近卷帘门取手机，特警就有机会控制住他的手，进而制服他，救出人质。怎么说？什么？啊，你放心，不会伤害你，肯定不会伤害你的，好吧？那我们警方嘛，当然我们可能也是想寻找这些机会，一切可以及时解救人质的机会。我往上拉可不可以？不是，我往上拉可不可以？你好，这边锁掉了，你把这边这个钢筋往里拉一拉来。我这边那个锁打的开吧，就这个锁中间的。那你把这边拉一拉可不可以呢？他可能怕警方有诈，像一般劫持人质的人，他一般都是特别敏感，他对这些事他不会轻易就范。哎，对，哎对，这边想办法打开一下，好吧？我给你一个手机，或者我们面对面的交谈。你放心，肯定是我们保障你的安全的。哎，对，好的，手机给你，好吧？手机递进去了，特警们虽然没能控制住嫌犯，却找到了观察铁屋子内部情况的机会。谈判专家利用手机与嫌犯交谈，吸引嫌犯的注意力。特警们拿出一台针管摄录仪，悄悄伸进了铁屋子的缝隙。针管摄录仪是苏州市特警支队自己研发的，经历过多次实战检验。这个软管窥镜作用主要用于侦查，像这个头特别小，它可以伸到0.5公分之内的狭小空间，通过这个头伸进观察，然后这边可以控制它的头的转向，就是通过拧动这个旋钮，可以转动不同的角度观察房屋内的各种情况。摄像头的后面接着一个小型监视器，随着摄像头的移动，屋内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无线接收机，内置的无线接收机，然后接电源之后，然后通过前端的无线信号传输回后台的指挥部，就可以对现场的环境一览无余。特警队员小心翼翼地把针管摄像头送了进去，大队长汪洋亲自操作接收机，终于看见了屋内的情况。最后确定人质在那个东南角靠墙的位置坐在那里，但是不是太清晰，坐在那里，而且人质没有任何动作，里边的东西很凌乱，因为他他自己也制造了一些障碍在里边。嫌疑人在里面他有走动，因为里面的空间很小，他有走动，大概看到他一个轮廓，大概身高在1米7左右吧。它这个侧面有橱柜，而且不利于你出入，杂物很多。正面呢是一个柜台，柜台呢有一个通道，大约5-60公分宽。这些信息对下一步的营救措施十分重要。这时谈判专家与嫌犯的沟通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我问他有什么诉求，他这个时候情绪呢显得还是有点激动，出于一种不太理智的，他还是讲我要见某某领导人。现在手没绑到，但是人给你绑到什么？绑到凳子上了还是什么？啊？是的吗？你现在给我通话，他现在没有什么对你表示反感吗？郑成与嫌犯谈判的时候，特警队员们正紧张地研究解救方案，可能是由于铁屋子周围聚集的人太多，被里面的嫌犯发现了，他突然停止谈判，叫嚷着要点燃煤气。我听到呲呲呲那个放煤气的声音，
我顿时感到有点不太对。他把这个棉被上倒满了白酒，然后如果说这个倒满白酒的话，打火机一点着，这个可能后果也很严重，因为他情绪越来越亢奋，越来越激动，随时可能去点火。由于害怕嫌犯走极端，做出丧失理智的事情，张成与汪洋马上做出让步，让所有人员远离现场，并且对周围的群众进行疏散。为人质的安全考虑，也是不要进一步的刺激他，我觉得要暂缓一下，暂退一下。包括两边的商店全部停止营业，全部把人群隔离在100米以外，所以这个相对有一个安全的区域。同时呢，这个消防车，我们的消防车靠近，随时准备灭火。嫌犯情绪波动，少女生死未卜，卷帘门牵动着营救人员的每一根神经。一道卷帘门，生死两重天。生死卷帘门，天网栏目正在播出。现场的空气又一次紧张起来，从铁屋子中溢出的酒精味和煤气味似乎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灾难就要降临，消防官兵的神经几乎竖起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爆炸没有发生，这说明嫌犯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智。谈判专家抓住机会，继续与嫌犯保持对话。冲进去将这个嫌疑人制服。你冷静的思考一下事情。哎呀，事情也没那么严重，什么事情快开枪了。通过郑成反复的劝导，嫌犯似乎冷静下来，提出如果现在他放了人质，是不是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我说你现在，马上放弃这种行为还来得及，一切都是小事。我也要给他这么一个信息，就是不要让他感到就是我已经骑虎难下了。在郑成与嫌犯对话的过程中，以特警为核心的突击队已经组成，一个突击营救计划也正在酝酿之中。第一套方案就是要把这个门以最快的速度把它打开，打开之后我们突击队员冲进去，尽量的把他和人质分开，让他伤害不到人质。汪洋是一位解救人质专家，在深圳、香港等多个城市参与过解救人质的行动，也是公安部委派到苏州的特警教员。经过缜密的现场研究，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解救方案。根据现场情况，汪洋把现场划分出 A 点和 B 点，人质所在的角落为 A 点，卷帘门所在的位置是 B 点。他的计划是想办法让嫌犯靠近 B 点，突然发起攻击。所以说这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开门特警队员的突入，这个配合是相当重要，这个我们就是打了一个时间战。如果在两秒钟之内我们特警队员能到人质旁边，他从 B 点回到 A 点了，我可以挡住人质。如果他没有回来，我 B 点的同志可以首先对他进行控制。郑成在了解了汪洋的意图之后，有意引导嫌犯，而这时嫌犯透露出的一个信息让郑成又一次看到了控制嫌犯的希望。他告诉我人质有伤，说明他还关心人质，他也不想伤害人质，并且他向我要药品，对我们警察来说又是一个机会，又是个机会，就是说可以寻找机会尽快解决这个事情。药品很快准备好了，但狡猾的嫌犯不肯用手接，通过一个袋子从卷帘门的上方拉进去。这个过程虽然不能让特警直接控制嫌犯，但至少达到了调度嫌犯的目的。
你把这个小女孩的这个手给她放松一点，她已经有些没知觉了。等一下，等一下，我把那个药还没绑上啊。什么东西坏了？电报坏了，拿个针来。什么东西坏掉了？你把这个拉上去好吧，药我拴好了。递药的过程很快完成了，但由于时间太短，特警没来得及决定怎么解决卷帘门的问题，机会再次错过了。为了配合的天衣无缝，汪洋与郑成撤到远离铁屋子的地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沟通。这个门怎么能贴？不敢说，都不敢说。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保证这个门迅速的拉开，如果门要保证门迅速拉开，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汽车。汽车不是差距猛这样，你还要有一个，但是这一个时间过程，这一个着力一个时间过程。11:15，人质已经被挟持了4个多小时，可是横亘在警察面前的卷帘门依然没有打开。警察研究了多个方案，经过认真比较，他们一致认为只有从正面拉开卷帘门才能成功解救人质。这时嫌犯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要一台笔记本电脑，要把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网上直播，还声称如果不马上提供，他就要杀害人质。因为他要手机电脑，这个时候就给我一个信号，我觉得他是在给我机会。因为只要你有要求，或者说你要求的越多，可能我会在这个当中会找到一些机会。警察们意识到真正可以营救人质的机会来了，他们马上做出反应，先用找电脑的时间稳住嫌犯，然后突击营救。说马上就给他准备，您全答应他是？是啊，跟我们这边啊，跟我们这边这个有关工作人员跟他们讲一下，想办法给你提供，你放心好了啊。啊，好的。主要的任务要把人和他这个人质要分开，分离开。如果分离开了以后，你说我电脑进来了。嗯，还有东西进来了，让他到这边来拿。来拿的时候，我们这边就开始，这个消防队马上就行动。一台电脑带来了一线生机，一次部署决定人质的安危。消防车发动，卷帘门却意外坠落，现场顿时陷入危机。急中生智，迅速出击，生死卷帘门。天网栏目正在播出。经过对卷帘门的反复研究，大家达成共识，认为只有用消防车拉卷帘门最为可行。可是消防车要用多快的速度，要拉多远的距离才刚好拉开卷帘门，又不至于对嫌犯和人质造成伤害。他的消防车体积很大，马力很足，他而且后面有挂钩，所以我们后来想，与其用人不如用车，车的力量会更大，而且发力起来会更突然。铁屋子门前有一棵树，消防车可以把绳子挂在树上，然后再系在卷帘门上，但往前拉行的距离非常有限，所以速度要控制得恰到好处。因为这个门你用10码就可以破开，但是10码破得太慢了，所以让它车速慢慢起来，不在20码左右的时候将这个门破开。拉开卷帘门之后的营救，汪洋进行了详细的分工和周密的部署。中心现场我用了7个同志，我7个队员，我是 A 点，我是1号位，2号位是 B 点，就是我们的苑天峰同志，而我是B 点这一侧，所以说我要翻越1.3米的柜面跳进去。3号位是我的后面一个小万，我的任务是协助组长突入，我是第2名负责突入的。突进去之后的关键是把嫌犯和人质分开，现场指挥又安排了一些特殊手段。我安排了2个同志用强光手电照射，
因为如果说门一开用强光手电直接照到嫌疑人的眼睛，其实让他眼睛当时会发花，最少要一秒多钟以后或者两秒多钟以后他才能恢复他的视力。第二个就是用高压水枪进行压制，将这个嫌疑人予人质，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是用高压水枪冲出一条水线出来，让他分开，这两个人将他分开。这是要干什么？高压水枪还有另一个用途，就是万一嫌犯准备点燃煤气，可以及时控制火势，就是防止他那个煤气如果意外爆炸的话，我们水枪可以给他，当时就可以给他灭掉。一切都想到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王阳又安排了一个策应的特警队员，还有一个同志居中策应，他是带枪的实弹，万一出现可能来不及的或者说紧急情形，我给他授权是可以开枪的。特警平时进行过无数次的突击训练，从力量到技巧到反应能力都为实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即便如此在实施突击以前仍然要进行针对性的演练。我们有台装备车，然后我们拿装备车的前引擎盖，就相当于这个当时这个他的小商铺嘛，小商铺的柜台，然后我们翻那个引擎盖，对，然后前面就是卷帘门拉开，我们直接从引擎盖翻进去，然后进入柜台对嫌疑人进行这个强攻模拟。一拉开哦，还要中央水啊。好吧，好，我从那边进好了。好吧，我从那边进，然后你跟着他后面啊，你跟着我后面，好吧，你就你也要，他们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两边啊，否则把我们自己人打，知道吧，一拉开过这边也要有劲，那边也要有劲，两个两侧，我们从两侧，因为我们两个不可能要拥堵到一起，就空间太小，到时候还考虑不到这边到底能做出多大的一个位置，明白？斜坡啊，你自己手撑过去，哪怕就是跨上去，啪滚下去，人不要掉地上就行。好吧，好。然后去了以后，抓住手以后，就可以把它顶住压倒都可以。好，一定要把手抓住。11:50，电脑送到，郑成准备往里递电脑。消防和特警队员准备拉开卷帘门实施突击，拉门的第一步是要把绳子系在卷帘门上，这项工作由消防队员来完成。动作一下子要轻，还要再轻，不能让他听到一点点的声响。绳扣顺利地系在了卷帘门上，各个工作都已经准备好，就等现场指挥一声令下。卷帘门能不能顺利打开，人质和嫌犯的生命能不能保住，就在此一举。每一个突击队员都感到高度紧张和巨大压力。如果案件处置失败，你对这个特警突击大队的整个的一个声誉有严重的影响，那么乃至苏州警队蒙羞，最多我们的特警队员让他伤一刀，绝对不能让他伤到人质。12:25，消防车发动了，营救开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第一步就出现了意外，卷帘门刚刚被拉起，瞬间又落了下来。往这边走！快快快快，咱们上上上，别动了！这个卷帘门拉开以后，在将近1.4米、1.5米的这个位置，这个钢筋的时候，底下的钢筋脱落，所以卷帘门没有整个的旋开，只抬起了大概1.4米、1.5米这么高的时候，铁条脱落，卷帘门又掉下去了。智者千虑，难免一失。一个周密详尽的计划还没有实施，第一步就出现了意外，现场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特警队员和围观群众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的脑海里应该是瞬间定格了，一片空白，就懵了，脑子里面真的是一片空白，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经历过突击救援的特警队员都知道，突击一旦发起，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停下来，特别是像这种是采取了强攻主动进攻，
它是不可能停止的，只要停止一定会有后果发生。沉着机智的汪洋毕竟久经磨练，经过一瞬间的停顿，他马上向队员们发出冲击的命令，然后我们冲过去了，用手把它托起来，我们过去把门捧起来，可以说我们整全身的细胞都在动，也都在去发力，那个时候全身是高度紧张的状态，那个卷帘门我根本就感觉不到它的重量。第一反应就是一个箭步冲出去了，脚落地不实，底下堆满了杂物，而后边的高压水枪也打到了我的身上。当我挤进去以后，嫌疑人已经回到人质的身后了。人质再次受到威胁，特警要与嫌犯近距离的格斗，这是对特警的巨大考验。然后我看到嫌疑人左手抓住了人质的下巴，右手的刀已经到了人质的脖子下面，只要嫌犯的手稍微抖动一下，人质的生命可能就会终结。汪洋的第一目标就是控制他持刀的手，用我的左手拉了一把他的这个肘关节，他没有割到人质的喉咙和血管，是把人质的右肩划了一刀。此时的人质还被绑在椅子上，特警队员连人的椅子一起架出去，把女孩送往医院进行治疗。而现场的嫌犯还在挣扎。他顺势一刀就对着我来了，所以我脚下没法动，我只是上体向后一侧，一刀从这里过去，擦脸而过。我躲过了，我进去的时候眼里面只有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先要把这把刀给它解决掉。12:48，经过近5个小时的鏖战，人质得到成功解救，嫌犯被彻底制服。经调查，嫌犯罗某是河南人，20多岁，因为失恋，精神上受到打击，才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后经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罗某犯绑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每次案件处置结束之后，不光是周围的老百姓给我们叫好，我们私下里自己都要鼓掌相庆的。今天成功了，今天又救了不止一条命，我们救了2条命，这种累可能是也很值得，真的感觉到很欣慰。为了表彰警察们的英勇行为，苏州市公安局授予汪洋、郑成、苑天峰、万建民等人2等功。特警们很快又投入到严格的训练中，这是成功处置事件的保障和基础。一艘蓝色货船驶入海域，为何能引起边防警员的注意？
小小货船究竟承载何种使命？神秘货船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一场斗智斗勇的正面较量悄然展开。神秘的安达号，天网栏目近期播出。